还是中国大陆有办法让桃园的金发局长索贿还指定要威尔刚呢？还是中国界选真好用啊？当然了，我还是要持续的鼓励啊，罗冠希或者是罗宗瑞呢。假设这一次很不幸这个没有当选的话，那么他也不用担心失业，因为他可以去 SWAG 或者是麻豆传媒，甚至呢，他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担任探花郎的角色，懂的人就懂。好，那么呢，回到我们所谓对岸界选的议题，那对于民进党来说，这就是万用的口号。那难道对方，难道中国大陆有办法指挥罗志镇去开房间跟上裸体吗？难道中国大陆有办法逼迫台湾的人去车震吗？难道大陆有办法去逼迫台湾的官员去中彦凯琳，然后找性招待，然后或者是去嫖娼，甚至去买情趣娃娃吗？还是中国大陆有办法让桃园的金发局长索贿还指定要威尔刚呢？还是大陆有办法要让王必胜有婚外情私生子呢？这些都没有办法，对吧？你看我随随便便就讲了这么多些人，对吧？所以桃花岛里桃花党，桃花党抽桃花烟，桃花烟下桃花色，诱骗桃花喝酒钱。